味精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味精精于胃，落于脾，所以它和胃的关系最为密切，同时也和脾有关。脾胃为人体的后天之本，每个人在出生后主要依赖脾和胃的运化水谷和受内腐熟食物，这样人体才能将摄入的饮食消化吸收，以化生气、血、精液的营养物质，才能使全身脏腑经络组织得到充分的营养，维持生命活动的需要。所以说，胃曰胃气血生化之源，按摩胃经的重点穴位，第一可以充实胃经的精气，使它和与其联系的脏腑的气血充盛，这样脏腑的功能就能正常发挥，就不容易被疾病打败。第二是可以从中间切断胃病发展的通路，在胃病未成气候前就把它消灭于无形。胃经上最重要名气最大的穴位当束足三里，这个穴位也是我在行医过程中最常使用的一个穴位。足三里位于人的双腿外膝也直下三寸，把自己的四指并拢即是三寸，这是中医特指的同三寸，胫骨外一横指处。中医认为足三里穴为胃经之要穴，能利脾胃，调气血，具有补虚健脾的特殊功能。针刺足三里固然有很好的疗效，但这常常需要在针灸师的帮助下才能完成，而拍打按压足三里则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拍打按压也是刺激穴位的一种方法，临床上按压足三里同样能产生酸麻胀痛的气感效应及循经传导的现象，因而按压拍打足三里可达到有病治病无病健身的目的。从微循环学说而论，人体的衰老与微血管闭塞、微循环障碍有关，因此拍打足三里能起到防止衰老的作用，经常拍打足三里对身体健康是很有好处的。拍打足三里刺激外穴位，除了起到与针灸相同的效果外，还能提高整个机体的免疫功能，增强抗病能力。拍打按压足三里刺激外穴位，除了可以防止上述疾病外，还能够改善手脚冰凉的症状。老年人和一些女性朋友在冬天常常会出现手脚冰凉的症状，这是由于手脚血液循环不良所致。如果经常拍打足三里，可以通过经络调节，使手指和脚趾的血液循环得到改善，进而使手脚变得暖和起来。对糖尿病患者而言，经常拍打足三里可以改善下肢乃至全身的血液循环，这对预防糖尿病足的发生也是大有裨益的。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